你就是神医李莲花。谁？神医李莲花。不是啊。哟，李神医，你回来了。哎呦！我就废掉你这没用的爪子。阎王殿是你家开的呀？你干嘛？哎，你看，还等我。哎，你倒是等等我！哎，你别下来啊，我走。让你累我。哇！哇！哦！你请。嗯？啊？凭什么呀？啊？活得像条狗一样。你才是狗。慢点，不行了，我要吐了。哎呦，吐不出来。哎，没有想到，看着背着一把大刀的小孩，这明目张胆的发的臭脾气，就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没改，这我还看不出来。那你师父再说。不饿吗？开饭。不是，你们把菜都吃完了呀？这可是三天的菜量啊！他一个人吃完的。不是，你不是说你没有味觉吗？一向只吃白米饭的嘛，吃什么都一个样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没算你的菜钱。原来你吃不吃好赖啊？你故意夸我呢你？你让我吃的，我这可是花的30钱买的呀。是真走不动了，来拉我一把，嗯。都寄到狗肚子里了。信，合着你给我写信了呀？你，信呢？是不是你？我狗是月啊！狗你个头啊！你的抽屉、柜子还有床头哦。对了，你米缸底下不还藏着一些吗？你的老婆本不都藏在这些地方吗？你行，你可以。现在怎么赶路呢？你以为都没了？赶什么呢？不是，你就藏了这点钱啊？老弟啊，我想劝你一句啊，好歹你现在的身份呢，也是我多年的老友。你就不能稍微的装一下，不要再惹这个臭小子怀疑了吗？怕他知道你身份。你不知道这个小子有多么的麻烦。怕麻烦，等我恢复了功力替你杀了他。不准我说老爹，一个不足挂齿的小辈，不至于的。这俩人在说什么？怎么一句也听不清楚？所以阿飞啊，如果我说是如果有人出门诱饵的话，说不定这个凶手可能会出现。好主意啊，是吧，阿飞啊？这一路过来，你不仅成长了，而且感悟能力也越来越强了。好，穿上吧。查案与我无关，恕无奉陪。王德斌，要不要你试试吧？想必咱三个大男人，谁也不愿意穿上这16圈，公平起见。猜拳吧，哼，愿赌服输。这衣服也太沉了，算了，我还是去杀人。哎，我陪你去。别笑了，有什么好笑的？不必了。想跑？回来！哎呀，又是什么呀？
这什么呀？莲子羹里加辣椒。这可是特别为你准备的麻辣枸杞莲子羹。阿飞，你今天晚上表现不错，这碗汤赏你了。不必了，留着自己享用吧。方多斌，方多斌，你惹他干什么呢？我记你一次。哎，我买了好多新鲜的蔬菜呀、啊！速走，速走。哎呦，那可不得了，和扬州慢齐名，苏州快。嗯什么呀？乡镇指挥使，还真是会小侠大鱼啊！你这么说，人家听不懂。我帮你翻译一下，就是骂你蠢。莫非你真的是你的主人？这两个字好像从我嘴里吐不出来。没有关系，太难吃了。不是我说你，就连尝不出味道的人也觉得你做饭难吃啊。哎，等等，你有味觉吗？你们俩没味觉啊？李莲花，你说我师父有没有可能隐姓埋名躲了起来？也是，我师父不可能这么没骨气，看着自己心爱之人嫁作他人也不出现。来，开罚。干嘛呀？进完了死人进我呀？正我死呢。从此以后再无隐瞒。这个阿飞啊，他馋酒了，我拿给阿飞吧。啊！抢着替李相夷连磕18个响头。世上又有谁有这么绝顶的轻功啊？你是怎么上来的？轻功啊！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呀。阿飞背上背的是什么？刀啊！给大家砍一刀试试。不砍。就一刀。那个晚上给你做个好吃的。你的菜那么难吃还能拿来当奖励啊？想死别往我头上跳。说的是这铁风车吧？插在吊桥外的山壁上，隔不多时就响，很吵。我过来的时候顺便拔了。那是你在武林中做了不少的恶，要是被人发现了可就是个大麻烦了。啊，我有什么事啊？哎，不是你干什么呀？别动手动脚摸来摸去的，莫名其妙，整天的神经病似的。天无绝人之路，学起来真没有路啊。十年未见，你还是如此年轻英俊啊。小大美女也真是客气了，这十年未见，我看你这个样子都见了。你嘴可真是贱，比十年前还让人讨厌。好啊，你个臭小子，敢跟你娘少爷要了，你肚子肥了是不是？我就欣赏像李公子这样的任性游侠，不参与任何门派之争，哪像我们方小宝以前崇拜的那个什么偶像李相夷。我看所谓大侠就是沽名钓誉之辈，真不知道他到底哪里好。这是什么？刚刚被蜡烛烫到了。这就是你说的不慎负伤，手不能提，忘盼关照，确实很疼的。徒弟打师傅，大逆不道！臭小子，这下手太狠了！哎呦，什么情况？哎，我这个肋骨好像断了，你过来帮我看看。快点！哎，你怎么样了？
这白粥里这个药味都呛死人了，怎么吃啊？这药都当粥送，看来今天这个做饭的换成个卖药大婶吧。那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婚房。婚房？你的婚房？你可真不会怜香惜玉啊！这脚大帮主都这么百般留你，你还这么刀剑相对啊？你还懂怜香惜玉呢？你去啊！我可不敢。碧茶之毒我都逃过了，其他的毒对我来说，哼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怎么说来着？哦，这穿着龙袍都不像皇帝啊。哎，回来了，今天可算是便宜你了。来来来，坐下坐下，愣着干嘛呢？赶紧趁热吃啊。味道不错。李莲花，折腾了这么久，你的毒终于解了，祝你长命百岁，药到病除。这今后啊，你看啊，我找个地方我晒晒太阳，我钓钓鱼啊，这多自在啊。